了晚冷战中互相都不说话。哎，这么多薯条呢，真好。跑啥呀，都垃圾食品。哎呀，垃圾食品又怎样，不像某些人都吃不到。我可不想吃，有啥吃的。你要是想吃的话跟我道歉。我不想吃啊，我可不吃这垃圾食品，我不想吃，我可不道歉，我又没错，道啥歉呢？我可不喝，这有啥好喝的？我不想喝。嗯，你喝吧，喝吧。你确定给我了？但我可不道歉啊。这没有管我咋喝呀？你要是跟我道歉的话，啊，搁这等我可不，我不喝，我不想喝，你喝吧，我可不会道歉，又不是我的错。哎呀，给你洗碗了，喝吧。你别生气了吧，我也有点儿。那行吧，那我想买那个黑悟空，就是最近很火的游戏啊，你给我买呗。多少钱啊？300块钱。